最近就超喜欢吃这个蒜香面包，烤完了以后特别棒，但是感觉好像油脂很多的样子。小番茄我烤了一下，切成一半烤了一下会比较好的快一点，感觉很多汁。你在干嘛？我给你让点位置。你刚踩泥里面了，你知道吗？Thank you.